很多时候我看东西，看一样很珍贵的东西，或者是看一样很漂亮很近的东西，我都会去想东西该怎么去做出来。没有谁说那个时候就是不练现在能够打主力，没有。我觉得如果你想成功，你没有捷径，没有经过这个苦力关的话，你根本就不可能达到一个高度。